谢谢大家，今天最后一集了，再见。他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原来是这样吗？对。没有，我们这一趴呢要跟阿乐一起，我们要去别的平台了。没有，跟阿乐一起玩一个游戏。对，就最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那个创意冰果连线，嗯，就是给你一个表格，上面有几种啊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就圈就圈。对对。其实也不是最近就有这种东西，几百年就有。铺浪很早就有。对，每过一阵子就会开始又重新。五六年前铺浪就已经玩过了，铺浪永远都走在最前端的。嗯。好，那有什么五乘五啊，八乘八，甚至十乘十，十乘十是要连到过年是不是？100格，我们连起来啊，风热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出现的冰果图啊，大家就看图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会有一张那个写好数字的那个冰果， okay. 所以我们就是它上面的那个项目就是照顺序数字。然后比如说他左上第一格那就是一嘛、嗯、那如果你那格有的话你就在你这边的一圈起来，好、嗯、然后看谁先连到就 好，然后顺序是由上至下，由左至右，然后从一然后逐渐递增，好，然后芋头回来了，对对，因为他的工作好像还是有爆裂底类，好像在爆裂底，所以他赶不到、啊、好的，然后我们轮流喊自己，对，绝对不是因为他成效不好，然后不好笑，然后厌世，然后我们就心结，然后吵架，绝对不是一下大打出手，然后我们后台太硬了、嗯，然后就跟他们说不要再叫芋头来了，嗯、绝对不是这样子，也绝对不是因为他自称新店贾静雯，然后我们觉得天哪，在节目上讲这个也太自大了吧，然后就试一下跟节目说不要再发他了，绝对不是这样，对，再发他的话。之三汤姆克鲁斯就要送不了了，再发的话，士林大胖子就是我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哈，我们轮流要喊自己想要的那个就是项目，然后最快连成三条线的前两名分别得到2分跟1分，然后我们总共会玩2轮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玩第一轮了。八，我们先把纸拿一拿吧。四张而已嘛，那我分下去。快快快快快！给我纸，给我纸，给我纸，抱歉，好一点纸。哎、欸，我们是没有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笔吗？笔，好香。笔笔笔呀，笔笔笔呀。哎，干嘛？穿中节是不是？不然是我们的录影哦。耶！比嘎比嘎。嘎啦嘎啦嘎，比嘎比。嘎啦嘎啦嘎，嘎啦嘎啦嘎啦。我不用，我不用，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我等一下再出去把剩下的鸡肉吃完。光了啦！好，我们就一个选，我先好。然后我们第一个是台湾冰果走透透，所以我有去过的我就会去选。可是不用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事情不用对到地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它下面有那个、啊、两个都对到，两个都对到，对到那我大概四个而已。地点就好、啊，那地点也很容易耶。那我先怎么圈我不懂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苗栗是一嘛，然后你花莲是二，嗯，你懂吗？所以如果你等一下选说哦台中，可是他这样有两个台中啊，哪里？没有啊，有啊，十四根，真的，14根23啊，台北也有两个啊，那就是两个啊，当作万能格啦，折一好，折一，是写的人折还是画的人？没有啊，选数字你要把它画掉嘛。比如说我选台中，然后呢，我说我去台中，那个是第14个的台中。哦，好啊。你要第14个台中还是第23个的台中？这样还要算超久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不会啦，不会算超久啦。15号。玩就知道了。好。照就完了。那我先啦，我要选台南安平逛老街11号。11号。有吧？有去过吧？有。我们有去过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去老街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有啦，有，不要吓我啦！不是，我在想了，有去，不要吓我啦，因为我没有在旅游的哈。有，好，那该我嘛？嗯，我真的没差哎、欸，我全部都去过啊。那我啦，阳明山，我才不信你有去过大溪吃豆干嘞、欸！我当然有去过、啊，我去大溪吃过草莓，所以你还是没去，所以我去过大溪啊。我也去过大溪，可是你有吃豆干吗？我没有啊，那就不行了。因为豆干桃园就吃得到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可是我们不是只要对到地点就好了吗？不管，这样啊、喔？那我要想一下哦、喔。那，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想要照着这个去一趟哎、欸，
因为我一看，我真的是没有去过几次。我也是。我就算台北阳明山，我也没有踏青。对，我有踏過。我只有在文化前面那个巷子包过台而已。对。对啊，我没有踏过青，真的。那我选高雄西子湾渡轮。你有渡过？有。我也有渡。我渡过啊，我还骑摩托车渡的。21号。哎，你骑摩托？21号。啊，你骑摩托车渡什么意思？因为西子湾的渡轮可以摩托车可以上去，摩托车可以上去啊。啊，就是有没有去过啊？不是有去过吗？要11号、啊，我走上去、啊，我没有骑摩托车了。好了，可以画，肯定可以画。那几有坐轿，21的21有，哇，完全没对到。我连哦，有21。你有渡？我有渡啊。你也有渡？这不是都会渡吗？没有，他没渡啊。西子湾到底在哪里啊？西子湾就是我没有渡过吗？西子湾就是美嘉在下面两站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到底是要去过也要做那件事？哦，好。西子湾就是美嘉再过个两站。我应该没有去过，你可能没有去过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这样讲可能没去过，可能就等一下我妈要打电话来骂我说小时候什么时候干嘛，明明就有去过，我早就忘记了。你就不记得就不算。西子湾你可能有去过、哦，我们去高雄的时候。有吗？我们去高雄只有打电动哎、欸！对，我们去高雄只有打电动。屁啊！我们去高雄只有打电动、欸。我们去高雄就待电动房哎、欸。嗯，笑什么笑？真的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是那你没有了。好、啊，给你了。我要50除20，云林古坑喝咖啡。哇哦！我没有去过云林哎、欸啊，我还真的没。云林真的蛮无聊的。对，我没有。云林好无聊。你住云林吗？我阿嬤家是云林。古坑，你是台南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可是古坑，欸、我没喝过，没在古坑喝过咖啡啊。去过，那没有。然后你有去古坑喝过咖啡？有。你不是台南人吗？阿嬤，等一下是哪一个？外婆家是台南，阿嬤家是云林。所以你就是台南跟云林都可以的，对，混血兒，对，混台南云林的。南云人，南云混血，台漂亮，台林，台林女，台女，他的林台女不意外，真的林台女，林台女，我也是林哎、欸。你也是林台女，不是？你是两个名字，你是宜兰啊，你是宜兰，我是宜兰台女是。对，你们两个名字差一个字哎。对啊，你是北宜女，喂，你是北宜女吧？不是、啊，你是，你不是台北跟宜兰吗？台北宜兰啊，北宜女哦、喔。对啊。干嘛？哎、欸，那我是台中哎、欸，台北中立，你也没混台北啊？哦，对吼，我是纯中，我就是中中人。我们中中人，对啊，中中人。好，林台女，那在叫谁？北宜女，你是北宜女，我要那个宜兰光夜十四，他为什么不叫北宜女、啊？哎、哦欸，这我也有了，这我有了。四号。你说你是台北宜兰，我是宜兰啊，宜兰而已啊，嗯哦。怎样啦？有什么重要的吗？干嘛偷看免考卷呢？换我了。哇塞，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有去过澎湖跨海大桥？有吧。员工旅游嘛。对，有。22。22。哎、欸，什么？22是什么？看一下。澎湖跨海大桥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林台女，我们在录影，不意外。林台女超好笑，可以。你先，他北蘭女啊，北蘭女。哎、欸，对，台北宜蘭。那是我刚才的确定没、欸？嗯，真的、欸。北蘭女也没去过啊。好啊，如果没有连到，就一路玩到十年，全部捡起来。好，该我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看一下，哇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那我选2好了，花莲泰鲁阁公园。哟，你有去过、哦？高中毕业旅行，那肯定去。哇，我高中没毕业怎么玩、啊？超爽。啊，哇，是那个叫什么泰鲁阁？对啊，大鲁阁，大鲁阁是打棒球，大鲁阁。对，大鲁阁我有去过啊，你讲清楚啊。花莲有大鲁阁吗？可能没有、喔。好，该林台女。林台女要去哪里玩呢？去，你可能就是要去东区了吧。我看这东区办就中正纪念堂 revolver 了吧。等一下，
草冰啊！海草冰是什么？我没有吃过，完蛋了，没吃到。八号啊，是我的中间。绿岛浮潜怎么办？我没有去过绿岛。50/15。绿岛监狱的话，我可能有去过。哦，等一下，那我要找一个新的话呢。我哦，你要改线了是不是？哦，我要改线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你还可以改哦，我连。我连我自己有去过的全部加在一起连成一条都有困难。没事没事。彰化鹿港天后宫是哇，两个都要对到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去过彰化，花外之地。两个都要对到，那彰化天后宫我就没有了。你去很多地方，我只有去吃。那我的家在这边。我只有去吃鱼市场的空肉饭。喝假。好，该美男女。美男女。因为很多的我有，可是上面数字不好对。你插线圈起来。台北淡水吃阿给。哦，这个我也有。16号。吃哦，我真的没吃过阿给。哎，好吃呢。我好可怜，我好可悲哦。我在那个半山腰。换我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姐妹吧，有吗？好，应该是应该是。新竹内湾野姜粽啊，这个。啊，那没吃过。所以你竟然有去过吃过吃一看，看到内湾吗？野姜粽没有。就内湾嘛。对啊。刘星清美术馆嘛，不是那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对啊，我去过啊。不行哦，你竟然会去那种地方？骑车不然骑到那边。哈哈哈哈哈！想到这里是哪里？哎，我应该是很少去过啊。哎，17，我跟家人去啦。我没有啦，应该有啦，小时候应该一定有啦。哎，野姜花粽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野姜花粽就是它不是用粽叶，它是用野姜花叶，所以它比较香。它里面一样是肉粽。可是里面就只有可能就虾米菜脯这样简单的，可是它的饭会有个野姜花香味呀，好收胖，很收胖。哎，我快要有一条线了哦，各位朋友。哎，我快要找不到地方了。好是听台的吗？没有。我差一个听了，我现在这个讲完我就听了。我中间是个漏洞。怎么样？完蛋完蛋，我这线没办法。因为这个线吧，换线吧，有绿岛。我也算一下哈。哇，那我没啦、啊。你们都可以算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到底没去过。白痴哦，绿岛，哎，哦，绿岛。哎，我没去过宜兰。我找到一条线了。我应该有去过宜兰礁溪泡温泉吧？嗯，不知道。嗯。哇，我没有线可以连啊。你现在没有了吗？我没有，我们一条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很花时间呢、欸。就是你要想，然后要对，还要找合适。我没差哎、欸，我检查了一下，我没有任何一条线哎、欸。哈、啊，结果没输没赢是不是？宜兰礁溪泡温泉，宜兰礁溪泡温泉。宜兰礁溪泡温泉是6666666666666。等一下、喔，那 我这个感觉好像在画什么符？我没有任何一条线会连出来，如果连做事都要对到的话，我好像没有了。换阿乐了，我看一下、喔，啊，那我要一个，台北阳明山 touching 13，赞哦赞哦，阳明山你没去过？我去过，可是但他没有踏青，他没有包台，我没有在阳明山上面走过草皮啊，是哦、喔，嗯，我没有哎、欸，那你是去哪里？踏青啊，阳明山上啊。阳明山哪里？阳明山哪里？阳明山它不是有那个什么野菜那些的啊，然后就会去那边。你说野菜拉面吗？没有，不是。你是文化的吗？它没有，它还有炸冰淇淋什么的。竹子湖？哎，好像是吧。啊！好凶啊！对啊，是啦，是啦。严格的士林人。对啊，在我地盘这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的地盘很大哎。抢一条线就好。好，抢一条。我们也是。我们就换下一个。好。可是可能也是要抢一条线。没关系，赶快就快一点连，就快点抢好了。哎，换谁？换谁？没有了。该北兰。啊？哎，该你。换你换。嗯，对，你是北兰。喂。我要那个。那个。哪个？苗栗大湖采草莓。啊！我真的没有去过大溪吃豆干，真不爽。喂，我有去过大溪，但是我没有吃豆干。其实我应该有吃过，就是那种路边要上交流道。我去大溪吃霸王，我印象超深刻，高中的时候。哦，好死不死吃的是霸王，该你啦，可你没了。
我要看一下下哈，很快。屏东垦丁逛大街，我有，有我也有。屏东，我有十九，这肯定了。我也快了，我差三个就一条线了，超废。换你，干什么？还想看答案呐、啊？我看，不用看了，根本不太能。有的就圈了啊，因为已经快没时间。差不多了吧？花莲七星潭赏景。赏景。那还好，我有赏景，没有赏金。我听牌了。我已经听很久了，但我这次会一个听一辈子的牌。我也是有一个听一辈子不可能完成的线。五十十五哦，我这个，等一下是吧？对，南投清境赶羊秀，是清境牧场的，清农场。清境农场的赶羊秀，我应该有去过清农场，但我没有，绝对没有看赶羊秀。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哎、欸，我一定就是冲进去狂喝牛奶，狂吃牛奶冰淇淋，就这样。我不记得了。才会现在这么胖？没有，小时候没来管那些。我小时候被带去的，然后觉得那个虫超多的。对，你被当成羊了。下一个大鱼。被在前面跑。被当成羊了。领羊的。大鱼。哦，头很痛嘞。这好难哦。花莲是一个所在。万峦吃猪脚，屏东万峦吃猪脚，我没有去过屏东哎、欸，每个地方都没有去过，一直讲十二嘛。大宇啊，我有去过也肯定。有啊，一条线了啦。你有你连了，哇塞！你也去蛮多地方的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听一辈子不可能中的牌啦。是因为你个二十骨科喝咖啡，我没有，我早就要听了。然后还有各种的碎呀、啊，可能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就在那个可能台南、云林那些，所以下面有一些地方有、哦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哦，我之前主场优势，对，爸爸妈妈带我那个环岛过。你看我的线多工整啊、哦，我还可以服众。哎，不仔细看，还以为我的还没有开始玩呢。你的感觉是装迷的那一种哎。可恶，真的哎，我应该要去玩一遍了。不然好废哦！你最大都不会啊。如果出一个台北电动厂的话，我们就赢了、啊。哦，不止哦，你全台我都可以。对啊，中立高雄的我好啦，那个我们再来玩第二轮。我们第二轮是玩哪一个？好，要玩。下一张。嗯。花莲。哦，这个。现在是爱之苹果。猜。等一下，给你们。既然是的，这个感觉蛮危险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感觉不会中呢、欸，因为它是电视，它都写的是负面的、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中不了。我觉得我也不会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应该没有那个。这个超难中的。你看光，所以这个光三个我看下去就已经不是了。我觉得这个超难中的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多我都可以选的，我都可以选的。应该是要曾经发生过会比较好。曾经就以前也有嘛。好，我先我靠，我只会圈中一个，就是我什么都不会。好，我先，好，我先。曾经发生过会比较好选、啊。我先好不好？这个竞品太强，十八。长辈喝。竞品太强哪一个人不？竞品太强绝对有。对啊，竞品太强谁不一定有的，一定有。我好像没有、欸。绝对有，绝对有。哎呦，因为没有人找我。竞品呢、欸？竞品。你本身是商品的话，你的竞品呢、欸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啊，别人，哈，对啊，就像名士的竞品跟哦，我还以为是我代言什么东西，不是，也是，但也可以，但是正常来讲，我们的竞品，对啊，那你才多半女实况组就一定有啊，对啊，还是你觉得没有竞品？有啦，都是呢，阿乐觉得他没有竞争对手，对。阿乐期许其他的女孩们能快点成为他的竞品。阿乐秋爆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。他字幕打我没有讲，我没有竞品的字幕打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对手哎、欸。大家都好不好 ？Like shit， 这一句话告诉大家，寂寞是无敌。可怜，换你，换我、啊，那就。
你要选王美不是我。对，我也在想王美不是我，因为他们就不能签了，你们不准签。我觉得我可以啊。可是我觉得你们都不行签。我不走王美路线。你要确定呢、欸？说实话，你要确定、欸？你确定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哎哎哎，你现在去，先报告，先把你们的 IG 打开刷、啊、这样子。不认识你们，不认识你们的人就会觉得就是王美啊，就是漂亮女生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看你就在那边大，你就在那边直接承认说我不是王美，你在那边承认好不好？我马上好不好？拿个东西把你脸打歪，你以后就不要给我靠这张脸，你叫王歪。不全。好，王美不是我。耶、yeah, ，万岁！九。14我先把这个打耶耶耶耶你这个我一定要圈，因为如果我是王美的话，我现在可能已经飞黄腾达了。哎呦，以我的思想的话、哦、以我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啦，因为没有，我一定真的不一定的、啊、我觉得那种就算收到那种假讯息说你们都收到那种伴游的嘛，嗯，对啊，我一定会去。如果我是女生王美、哦、我绝对去，我隔天直接机场等他，感觉真的超好玩。我回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已经在23号接送点的二航了，等你。哎、欸，那价钱都超高的。对啊，我直接去。好好哦。所以我早就超想去的。这间公司搞完，你这样超想去的。我真的很想去，但是可是你一定会收到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就是我都会看啊，什么无。他有收到啊，他那时候身高不符啊。没有身高不符，是捐卵呐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对，他就说160以上，我说那我153可以吗？他说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外貌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来考虑看看的。可是捐卵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多钱？就是没有啊，因为你捐卵一次就是等于你很像生过一次小孩啊，就是他对于女生身体的副作用。是是是，就你就、哦、真的、啊、你就得坐月子哦，因为他会开刀拿出来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像杀鸡取卵那样子，不是吗？对对对，谁？详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但绝对不会是开刀拿出来啊。对，那好吧，那鸡其实是从身体取出来就是，没错啊，好吧，所以那个超贵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个换我，换我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。同事组队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我找你了。没有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15版面很丑。版面太丑是什么意思？就有些人他版面就是可能色调会一样啊，或者是他的那个尺寸大小都会一样，但我都没有，我都随便发，这样算吧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样我也算吧。那这样子全部人都那个了，我们都可以圈的。对啊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圈圈圈。我也没在管这个啊。对啊，我连我本人的版面都长得很丑。15。可是我觉得你们长得漂亮，版面就不算丑了。没有。你们自己小心一点的。我们现在，你用找的，来，我们现在把 IG， 我们现在把 IG 第一张拿出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，大家限动算吗？我马上发一张超丑。限动算吗？因为限动，如果限动算的话，我个人今天晚上的决战我已经赢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要很丑的是不是？你不要闹啦。好，来，什么要还要很丑的？不装就直接拿第一张了，看赶快发过分了吧。我好多天没发文了。远远看我的，你看我像不像戴一个国定商日的面具？哎、欸，看我的，但没有，好不好 ？My own face， 好不好 ？My own fucking face。现在照都来不及了、欸。大宇那个电影宣传照还敢拿出来啊？不是，那我很多天前发的，好不好？你刚刚拍的真的不算，你刚刚拍不算，连文都没打，矫情照做。Shut the fuck up！ 好吧，现在第一篇我的 IG 有我的脸的，已经是这样的影片了啦，已经没有东西，已经没有办法有别的东西了，只有这种了啦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，欸、不行，我们要看比例的。好吧。啊，不是你的身材比例，我是说这个丑照比例，好不好？那我删掉吧。删掉，懦夫，台女。啊，好了，再来。哦，我 #tag 不会下22号。哦，那也是。我觉得我们都会画的都一样了。这个我可能蛮会下，但是我只是没在用而已。我觉得我 #tag 会下，可是我没下。对啊，就是没下啊。我觉得好吧，那这个给大家一画好了。我觉得我算会下。我觉得我一定很会下，只是我没在。我真的没在下，对，没在下。还他说的不会是下下下不懂下下。我觉得我年纪小心年纪。这首歌11年了，自己注意一下。嗯。好，再来哈。哇，
其他的我都蛮强的。曾经呢、欸？曾经可以啦。曾经那全部都可以啊。啊对啊，我看到一个我可以的嘞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知道了，第五个产业太特殊。我们算吧。这算啊，这算吧。嗯，算算算。五。我的好不好？我已经看我的了。嗯。限动无法往上拉。我根本不会。对。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弄。那个是要商业才能的，还是？没有没有，那就是都可以。哦是哦，现在已经到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我不行？因为你很废啊，你赶快把它圈起来。那还是我改成我什么都不会。你等一下可以弄那个啊，我不会圈啊。我这个也是很多都圈不到，跟旅游一样。限动无法往上拉，我真的不会。我好乐乐，可是等一下我再三圈，那是大家都可以用，大家都可以用啊。好，那我今天你现在发一个，我现在就发。我今天开始学习，你等一下请教我一下。你等一下弄一个马上发，然后连接放一个，不要放你的，放一个色的。好啊，快往上滑，往上滑，说你们在拍什么进去，然后马上开始女生叫，一跳进老师车子。开车，赛车椅，超烦。乐快，林台女，台女思考中，台女，台女里面没有食物，有，我圈过了。等一下，一十是广告，广告不会投，对，我不会投 IG 的，我没投过 IG 的，我也没投过，这个我倒是真的不会。对啊，我也没投过，可是有很难吗？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。现在是你现在这个当下，你不会就可以去。不知道怎么用。对啊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你以为很简单吗？嗯，其实是，但是你现在不，但是你现在对，但是我从来没做过，就要选。OK， 嗯，我要跨买几嘞？定瑞，这个感觉很难哎、欸。这个要一条有点难。对啊。靠。文案不会写。好、哦，我觉得你还蛮符合的，可是我很会写。这我也很会写。七号，我真的也很会写。我好想圈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圈一半。我都是别人帮我写。以我看你的文案，我觉得你可以圈一半。真的，我文案很烂哦。不会烂、啊，很敏感哦，很敏感哦。不会烂啊，那是一半吧。不会烂，那是炒了一点创意。七。好，换我了、哦。对，这个一定超大家都可以圈，导购超低。啊、哦，可是我导购不低啊，我导购很低，我导购，我导购都没有、欸，我的导购都挺高的。好，没有导购嘞，没有导购，可能算是对不对？算啊，十五二十，我觉得我导购都还算，我的导购应该说比我想象中的都会高啦，都比我想象中高了，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还好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会投广告，我忘记了。我之前在我那个废文投了一个广告、哦，对哦，白痴，我要投一个，我等下就要录一个鬼子想要投广告，我要去买那个雅加媒体的广告，放我的鬼子想月亮的立方与月亮，然后脸这样跑出来。雅加媒体，我要投在旁边那个电影院跟信义的，好，然后你先回去就要去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广告其实挺不错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很有感觉。我放快一点，快点，放这一趴没有时间了，快点。我看我的啊。没啦，我没啦，没学过行销，没学过行销，十七，嗯，十七啊，哦对，我听牌了啊，什么？太难了吧？那我可能听不了。好了，哇，等一下，我看了，老板不懂 IG。我没老板，已经没老板了。我自己叫老板啊，如果你自身不懂，投资组队员我也没同事了，怎么办？粉丝都假粉，五十、十五、二十。我觉得你粉丝不是假粉，我也觉得你粉絲，我觉得你的互动算高，真的。对啊，你那个你连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变态，都在看你们的资料啊？那我应该没有办法了耶。对，我也觉得没了。不会分析数据，我是圈过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想到我一个可以圈的。十五、十六，哎，十六，我不会分析数据。如果没有选，我十六，不会分析数据。十六，不会分析数据，我会。好，下一个是大鱼。背后啦，背后产品标注没有。对啊，产品标注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原住民？没有标注啦。产品标注没有。产品的、啊。
管他的，管他的，管他的。米酒 seven 没有，这个文法没错啊，奇怪啊。那个是，不要再掰了啦。米酒没有 seven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，我觉得我跟你可以的。等一下，他到底是产品标示没有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没，你先回答我。应该说没标示清楚啦。我觉得就是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他会要你下什么 hashtag， 要你下什么，那就跟一定要关键是 slogan， 可是有些没打到，或不打的不好，还是小老鼠放的不好那一个啊。随便啦，反正这个游戏不要这么执着，好不好？是说我们都爱干这行的，这些我们都勾不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我选了，你选，你可以全部图，然后直接连。好，你选就可以连了。IG 新功能，你选就连了。对啊，那就选了。那选啊，好，我选，帮大家结束这回合。好啦，所以那你刚说你说我跟你都可以是哪？拍照技术太烂。哎，我拍照就很好的，好吗？市场带走對，我拍照技术、欸，我也觉得其实我拍照技术不错，我拍照技术真的很好，我还办过小小的摄影展，是我的照片的 content 不好看，对，也是啊，也是也是，是我、欸、对耶，我小时候就已经拿底片机在拍照了，对啊，我也办过一个小摄影展啊，也是我拍照技术是好的，我也觉得应该蛮烂，是 content 不好，内容不好看，也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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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了，对了，抱歉。我搞错了，所以那刚刚那个时候改成脸。啊，我们现在还要再玩一个怪癖的吗？火速的吗？怪癖，火速好不好？火速这个都念得很好，很简单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刚刚那改成脸太烂，我的怪癖真的超怪，怪到应该没办法连。这是怪癖还是喜好？怪癖加喜好，就是怪癖，因为怪癖也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。哦，好，我先呢。你真的全部，我们可以玩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真的全部写怪力耶！好了好了，赶快，火速火速火速！我先讲，跟大家都有睡觉，有好有睡觉一定有的。等一下，我在睡觉这里。该我写一个大家音都没有的。好，大便。哎，可恶！那我要一个折手指，没有。哇，糟糕，没有哎。怎么会？哎，是平常都會、我会折啊，只是我没想到可以把它写进去、对吧？大宇，你涂起来的话，等一下还看得见吗？观众看得见。好，哦，对，因为它是好，跟大宇选打电动。好，有。它电动跟 LOL 不一样哦，那 LOL 是另外一个。LOL 不是电动，可恶，不好啦。LOL 是一个让人心情不好的东西。对，真的。换我了嘛？我刚刚的冰火没有。猫，猫我有。哎呦，我快要听了。好，该我了，这个大家绝对没有。黑糖纯奶。No， 现在查 No， 刚刚那黑糖纯奶 Yes， 黑糖纯奶啊，不对，现在查黑糖纯奶 Yes，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有挤粉刺跟痘痘，挤粉刺，对 ，shit， 他很多他自己的专武哎，对啦，可是我下一轮我就要连线了，大鱼，海底捞。大鱼厉害，我也有写，好扯，该我了，我要连线喽，还不该我了，该我了，好了，我只知道赢了，我真的赢了，你差什么？我差一个这个，好哟，而且这个已经不是怪片，这个已经是接近于性癖，对，但是我真的想不到，我就把它写了。好，我来选了，我选狗，啊，我也有，那我要连线了，你们的都好正常哦，可以，我要连线了，好吧，牙套。屁啦！我连这个都没写，是喜欢你。我喜欢戴牙套的女生。我喜欢戴牙套，但我并没有把它写在上面。我觉得戴牙套对啊，我啊没有，我没有喜欢牙套。我对牙套没有感觉，我自己没戴。我觉得牙套好看。那你喜欢银色牙套、透明牙套还是银饰？我都喜欢。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对，我银饰没邪门歪道，这样已经结束了。我这样好强哦！哎，不算，再玩一下下啦。我想看一下听一下其他人的癖好了。来，再玩一下，那就强二吧，强二。那找一个第二名出来这样子。换我吗？抢两条线啊，抢两条。喝醉前会预告，你们会吗？会。再一杯我就醉。但你真的会，因为我有跟你喝过酒，你会，我说你会啊。再一杯，他不会，不会。我觉得我在一杯，差不多20分钟之后我就会醉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笑死，笑死仔，你呢？我都写个笑到不行。火锅，你的都是吃的。你的海底捞就，我那时候想说写火锅还是写海底捞，结果你两个都是。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听错，我听成喜好，我没有听到怪癖。好吧，好，再来一个哈。喝酒。啊，化了啦。好，我再来一个，这个我期许大家都要有了，如果没有的话太不敏感了。好，钱。赚钱花钱，我觉得赚钱赚钱，我觉得赚钱花钱都算。你是花钱跟赚钱呢？哎呦，好像也都算，好像也算呢，钱相关就都算了。好，换我来一个简单的，打喽。
赞哦！干嘛？你没写啊？我们写啊，我们已经是打电动弄掉了、啊，没有打电动里面，那是不一样吧？我写剪除了喽。好，换鱼。我要，我好多个可以画哦。我要吃。吃饭饭，还叠字啊？饭还敢勾叠字啊？饭啦，饭你米饭是不是？对，要要饭还是饭？米饭就米饭嘛。靠，我还真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在那个没有在吃。好，那我来一个大家比较大众一点的，好了。好，开台。哦，直播也可以啊，我两条。我靠，你不要一直都写一些同义字，太过分了。来给大家，对啊，你写同义字，你是都尬两个。你有两条啊？有啊，斜的啊，斜的啊。哦，对耶，好强。我跟你讲，我再一颗就三条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玩。还玩啊？那我要讲，我要讲一个，我们拿起来，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啊，已经结束了，大鱼赢了啦，给他赢了。好强哦！好，我先啊。好。我的是睡觉耍废，大鱼居然没有写，我们两个都为他写一个耍废，对，我想说大鱼一定会写一个耍废，我想说，我那想说大鱼一定前三个就会写耍废，可是我是倒数，那我待在家也可以吧？不行，不行，待在家不是就待在家跟耍废意思不一样？对啊，你待在家可以进行那个量子科学的研究，你知道那是不一样的。啊，那个在阿汉堡。汉堡，汉堡其他有吗？汉堡没有。披萨，我有。披萨我有。披萨你有？披萨我好了解你们。炸鸡，披萨我也有。炸鸡有吗？我写麦当劳。卤肉饭，我也写麦当劳。唱歌，唱歌我有。我有。哎，我写音乐。我写唱歌。冰火菠萝油，没有。没有这个，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。这个应该没人，摩托车应该没人有了吧？没有。电动场，没有，没有。然后蒸奶，没有。鲜奶茶。啊，给你过，给你过。哎，我还写了一个踏青屌吧，我自己完全没做过的活动，你是不是想冲着芋头来的？对，可恶。画图，有人有画图吗？没有。然后沉思没有了吧？没有。发呆发呆。写 BL 小说。哎，我写两个开台，抱歉。写两个开台。我还有整理房间。没有。没有，怎么会想整理房间？我不要。然后鸟。没有。热狗。没事的食物好像占的太多了，快点快点！好，我的是大便嘛，不是我喜欢大便，是我喜欢进行大便这个东西。好神哦！大便，然后音乐，打电动，除了 LOL， 看电影。但是如果要厂商找我工作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意大利面写不下，写不下写意大利面，然后披萨，我有钱猫。醋，我喜欢吃醋，是真的醋啊，真的真的 vinegar， 我吃东西很喜欢加醋。然后为什么不 take 我？喝酒，然后屁股，啊，这个也是偏向性癖的部分，因为刚刚性癖的那几个我真的想不到，我就直接写了啊，屁股，会先看屁股，然后工伤。我本来有写工伤，我没写工伤。然后睡觉，健身，这个是冲着芋头来的。啊，平乳，这个是性癖的部分。然后旅游，但是这一部分也是冲着芋头来的。然后香菜，我很喜欢吃香菜，牙套嘛。然后耍废，为了大鱼写的。我写了。啊，狗。可恶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想不到了，真的想不到。下厨，我看的是夏利。下厨。黑糖纯奶啊 ，OK， 十五是我的专武，因为我相信在场最 care 这些东西的应该是我，以及麦当劳 ，OK。虽然把十五跟麦当劳摆在一起，好像有点过分，就有一个要保护生态，一个很资本主义，对。十五那个跟上时事我的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不会啊，我第一根摸耳朵。你说摸自己耳朵，对，全都是性癖部分吗？还是只是？这怎么我对自己怎么会产生性幻想？我就会啊，你可以扮男装试试看，因为我扮女装的时候，那很扮自己。你超恶的，你女装真的蛮正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讲话注意点啊，蛮耳就蛮耳，说什么？哎，还有被宠物咬，被猫或狗咬，我会觉得很爽。你们不会吗？那你有把男朋友当宠物处理吗？那你没有真的被咬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偏向有点性癖。我有，我真的有被抓被咬啊！好了，下一个，火速，随身带充电线，然后点餐，我很喜欢点餐。你很喜欢点餐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很喜欢一直看菜单，然后这个我想吃，这个我也想吃，这个我想吃。那你会真的点吗？会。
退，所以有时候吃不太完，会分很好几餐吃。OK， 我可以跟看动漫，可以看动漫。嗯，然后这个是都有的，喝醉前会预告，折手指、睡觉、挤粉刺、痘痘打咯。好，然后鲜奶茶、闻油漆味、看小说、狼人杀、发呆。然后超大力按摩超爽，我也是。还刮好不好说，神经病的。我有一个新名单，我有个新月河哦。不是不是啊，不，你等一下再跟我分享。很厉害的。好，待在家，在家不穿 bra， 然后呢？在家不穿 bra， 你是饶舌歌手。bra， 只带 gold chain。对，哎，你们也在家不穿？在家不穿 bra。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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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时间了。明明这样不想再受不了，想要搞笑一下。接下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白痴，只准我搞笑，不准人家搞笑，快点。指甲剪到最短啊？会啊，可是我上次打漏一边剪，然后没有剪到最短。吃东西，赢了才能睡。洗澡的时候洗内裤。薯条，喝水，让自己身处危机。就例如说，自己身处危机，看到电风扇在转，手指就很想伸进去。这哪叫是？我跟你讲，让自己身处危机，请你把那个擦掉，叫做给消。你们不会吗？我不会，不会，我是最安全的那个小孩子。我跟你讲，对你来说，让自己身处危机，就是在粉钻发一些文啊。你要现在发发看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那种红绿灯剩三秒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三秒内冲过去。所以我会在那边等到剩三秒的时候，然后我要冲过去。那种叫做就是见小孩，没有什么好笑，什么身处危机就是见，就是见巴拉啊！小时候就会啊。好，腊鱼火速。好，我就说没话到。那是菜单。对啊，说没话到。我是按照你们两个的去写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。然后我写了鸡排、耍飞、唱歌、葱油饼、面、兔子、麦当劳。哎，他真的有兔子耶！吃东西，你真的有兔子啊？看电影。因为我猫狗一定会写兔子，我本来写一个兔子，可是我后来把它改掉，改成工伤。哦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不会写，所以我故意一个写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写的东西是非常接近。我们三个如果我们继续玩，如果做一个实验，就是你猜他会写什么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几乎会一样，对，他都猜得出来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狭隘了。输的要砸鸡蛋哦。对，没有啦。你要不要？输的人要拿这个鸡蛋，然后去砸其他店家。哦，对啊，还没说完哦，我又说完了。看电影、披萨、可乐、运动。哎，其实真的是我会写，其实差不多跟我们。要不是要空出来故意写一些什么冰火菠萝油，不然应该什么健身、什么可乐，应该我觉得。你看，我以为大家都写到了，因为我们刚刚的就是我们说的。哇，好像太快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输的最，因为基本上阿乐最输嘛，所以拿这个砸在自己头上。好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有最怕吗？有啊。我有点怕哎、欸。没有啊。还是我们直接打开来吃就好了。吓死我了！这是蛋糕。没有没有蛋糕，没有。这个是大福吧？甜点。白痴哦，我在减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不要拿，哎，这蛋好好写实，好可爱。我在减肥，你们不要这样啊！对啊，我在减肥。这盒子我带走了。好，可以。这是干啥？是什么？马吉。就是马吉吧？哦。哦，给你们逛一下。哇，我们还要进广告？要。哦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吃了这个东西，差不多要进广告了。那我们就先进五分钟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啊，吃到什么了？啊，吃了。好的。啊，王美不是我。快点进广告。快点订阅，你们赶快订阅，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再照的影片。我是精华。